欧米茄中国巡回赛广州锦标赛第三轮3月15号结束，在第一、第二轮连续领先的中国台北选手詹逸信，第三轮开球稳定，前九洞一个 birdie 一个 bogey 不过不失，后九洞起伏较大，最后打出73杆，总成绩为低于标准杆2杆，排到了第二位。另一位中国台北选手许梦楠，本轮开始前与领先者的差距只有1杆，在第三轮表现得非常谨慎，全场只出现2个 bogey， 没有收获 birdie。74杆的成绩让他得以继续留在领先群。与两位台北选手直接交锋的张连伟成为第三轮比赛的焦点所在。打到15洞时，他已经手握5个 birdie 1个 eagle， 优势一度扩大到6杆，可惜最后3洞连吞3个 bogey。负4的成绩仍然足以让张连伟以2杆的优势成功反超，登上了领先榜的最高位置。其他球手也不乏精彩表现，廖桂明打出平标准杆，排名上升一位，与打出68杆的李超并列第四位。另外，王雷的表现也颇为稳定，三轮成绩分别为73、73、74，与周迅书以及业余选手苏东共同排在第6位。